当大洪水渐渐退去，天神哈莫带领的族人从玉山顺着陈友兰溪和浊水溪而来。天神的第一个足印落在特富野，第二个则踏在达邦村，第三个脚印在石桌村，接着是番路乡的宫田村，然后一脚踏平更西边的连绵山峰，造成了广阔的迦南平原。这是邹族的神话传说，他们的天神从玉山上飘然而下，摇落枫树的果实创造人类。千百年来，邹族人就在天神的足印中开垦山林，建立部落，同时也在天神的足迹之间踏出一条通婚、出草、行猎的古老道路。由于丰富的林木资源，日据时期猎径铺上轨道，通行起运材火车，改变了族人的生活形式。最近几年，停驶多年的火车轨道在林业单位的细心修整之后，成了既有历史内涵又有自然景观的森林步道。我们在天神的足迹之间重走特富野古道。台十八线新中横公路，这条联系许多邹族部落的公路，早年也是族人的传统道路。车过森林游乐区，大约十余分钟可达古道起点。这边是那个特惠古道的起点，它在阿里山新中横公路大概81K 左右。它以前是水杉线铁路的遗迹，那更之前更早以前是那个邹族，就是像特户野达邦当地的原住民，邹族原住民，他们到至中阿里山来狩猎，或是到玉山，一定要走这条路上来。所以当时日据时代兴建这条铁路，也是沿着当时邹族的狩猎的古径，然后这样开辟。那我们看这栋建筑物，它是那个至中派出所检查哨，以前它是往东埔线的铁路还没有拆之前，它是一个至中的一个车站。那我们这边看到这条新中横公路，它也是顺着以前东埔线的铁路拆掉的一些遗迹铺设成目前的新中横公路。以前的铁路它可以从阿里山一直通到东埔塔塔家那边。日据时期，阿里山林场的铁道绵长而密集，除了现存的阿里山森林铁道之外，由阿里山经自中新高口到塔塔家东埔，还有一条多多加线铁道。特富野古道则是多多加线铁道的支线水杉线。民国四五十年代，多多加线除了运材之外，也兼具油气功能。早年登玉山的山友都得搭上运材火车，经多多加线来到玉山的登山口。玉山，台湾的最高峰，自然也是登山者心目中的圣山。清末以来，就有不少登山探险家、博物学家不辞辛劳前来朝圣。而台湾原住民中也有不少关于玉山的神话传说，其中邹族和玉山的关系最有名。我们的玉山啊，邹族的话叫巴东多人，我们的传说也是事实，说我们过去啊就在这个玉山顶在那边避难，那洪水退了以后，我们就慢慢从这个玉山往下走到我们现在的部落特富野这个地方。有一部分的就是说就在台南安平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说，我们为什么认识这个贝壳呢？就是我们的有一般的祖先是从这个台南安平这个地方从那边居住，为什么认识这个贝壳，就是有它的原因。就在我们邹族的服饰当中，我们必须像我现在的服装不单是这个这个刀背啦，还有这个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帽子，这样都一定要有这个贝壳。那我们是有一部分住在安平这个地方，是从安平什么地方进到安平，我们就没有这个历史的记载。邹族称玉山为八通关，意思是石英之山，也就是石质坚硬美丽的山，说起来与汉人所说的玉山不谋而合。而八通关如今却成了开满法国菊和药用植物毛地黄的美丽大草原。
草原上除了植物景观，还有台湾第一条一级古迹步道横贯其中。如今我们探访的步道虽然不像八通关古道声名显赫，但是却别具意义。特富野步道是达邦、特富野两社住民前往阿里山狩猎的古径。日据时期曾新竹铁道，民国1991年林务局耗资2000万元，整建自中至特富野间6.32公里旧路，成了别具风味的景观道路。欲前往特富野步道一游，如自行开车，可由台18线省道，由嘉义经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抵达自中。或由南投水里，由台18线省道经塔塔家到自中，也可由嘉义市经台18线省道至石桌，转196号线道经达邦至特富野。如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则可搭乘阿里山森林小火车或嘉义线公车至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再行接洽接驳车转乘至自中或特富野。是是是是，哦，是他们未来要保留他的这个啊、铁轨的遗迹啊，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铁轨是原来的铁轨吗？是，他们是原来的，但是还有已经腐蚀到的枕木，他们都把它换掉。那以前古道它整段都是有铺设铁轨，是不是？全部都是铺设铁轨了，有他们林管出来精心设计了以后，就是说。要保存这个铁轨，就是说后人能够知道说过去这边是，以前是火车跑的这个铁轨这样的。整个水杉线就是从刚才我们介绍至中那边进来，水杉支线的这个铁轨全长大约5.2公里左右。水杉线，那我们当时林管处在整建步道的时候，是针对保存比较完整的这段大约3公里，还把它保留起来。那一些比较铁轨一些损坏比较严重的，我们就把它拆除，然后铺设一些枕木步道。我们看到这个铁轨哈，就是以前日据时代的运材的铁轨留下来的旧的铁轨。那枕木的话，保存还比较好的，我们是把它继续留着。像这根哈，它比较旧了嘛，有的已经腐蚀了。这部分是我们保留下来的。那我们看这个这边、这边是后来我们把枕木坏掉的枕木把它抽换。那我们另外再做新的枕木，我们为了避免一些泥泞，所以我们再铺一些碎石，这样走起来会比较不会那么丝滑。林业单位除了力求将铁道恢复旧貌，还在沿线增设枕木阶梯、凉亭、休憩座椅及栈桥等设施。步道于是外观如旧，周边翻新，功能则完全不同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过去祖先像打猎最主要的路线就在这样。连我在15岁那一年，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要走上一趟这个路啊，去打猎。最主要的猎场就是塔塔家那个地方，跟这个义山山脚下那个地方。因为义山像这个季节的冰天雪地的话，它通常野兽它不爬到山顶上的话，都在义山的山底下哈，所以我们就到这个。义山的山底下，等于就是南子仙溪那个地方去的源头去打猎，这样山羊啦、还有山羌啦、鹿啦、猴子啦，哦，所以那个时候还蛮多的这样。危险的动物当然是熊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熊怕我们不怕熊这样。
这条步道从海拔2300多公尺的自中下降到1700多公尺的特富野。海拔落差大，四季气候多变，不同的时节来到这里，中高海拔的林下植物总是以娇艳多变的面貌迎接游人。而由于高度和季节的不同，也让山林的景观更是层次丰富，值得玩味。那你们可以看哈，它沿途这边的景观哦，的林相真的是很漂亮哈。它有一些是红块的原始林，然后有一些是一些是属于阔叶林，那它也有一些蛮多的绅士杜鹃。四五月来的时候，整个山壁哦都可以看到红白相间的一些杜鹃的花卉，开得很漂亮。秋冬的话，可以看到山樱花，沿途的山樱花，还有一些青枫，还有台湾红炸竹。这些属于比较冬天可以会落叶会变颜色的一些植物。由于森林的层次丰富，植物生态完整，行走特富野步道不但能享受清新的空气，如果轻声细语悠然漫步，说不定还能遇见晨昏时散步林间的蓝腹鹇、地雉等美丽稀有的鸟类。1906年初，英国采集家古费洛来台，由八通关古道入鱼山，沿途采集标本。下山时发现邹族原住民头饰上的奇特雉类尾羽，原住民告诉他这是在阿里山捕获的稀有鸟类。凭着这对尾羽，大英博物馆的鸟类专家格兰特就将地雉发表为神秘的新种。行走特富野步道，同时就像回到地雉发现的历史现场。位于阿里山地区的特富野，食宿的选择颇为多样。除了可在达邦特富野的民宿解决食宿问题，也可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东浦温泉等观光景点住宿用餐。特富野步道属海拔较高之山地，行前应向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查询天候、食宿、交通等状况。入山之后，应注意尊重原住民之文化传统。这个山洞是做什么用的？哦，这个山洞就是所谓的过去的仿空洞了，就是日本人在这个地方伐木的时候，哦，当时就是老美啊，一直找他们轰炸啊，然后他们一听到飞机就跑到里面去避难啊。哦，你看看我们这个里面啊，也里面都是那个就仿空洞的那个遗迹啊，它里面多深我是不晓得了，但是。的确是他们过去的避难的这个地方啊。那这条路线上大概你记忆有看过几个？有两个，前面还有一个，哦，就在我们差不多离我们这边差不多200多公尺，还有一个。就在古费洛发现地雉尾羽的同一年，1906年，阿里山森林铁路开始新竹。阿里山资源丰沛的森林巨木就源源不绝地向外输出。如今我们走在铁道支线的遗址上，两侧成片生长的都是人造柳杉林，正在路旁林间偶尔看见巨大的红块树头，以及早年用红块搭建的铁道设施。这座桥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古道里面的这个最长的，而且保留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风貌哦，我们可以看到底下那个柱子啊，非常原始的那个柱子啊，就可以证明着我们台湾的那个块木哈，一直撑到
将近100年还是这个样子，非常的坚固，哦，是这样子啊。以这条步道来说，有一些桥墩比较损坏比较严重，比较有危险性的，我们就把它换过。不过像这道，我们目前走在这道桥上，它本身的桥墩，因为它本还保存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拆掉。所以这样子的话，保持原始的味道。游客如果来走这条步道，沿线就可以欣赏很多，哦，铁轨也好，或是这种桥梁也好。那这种桥梁就是都是红块，就是我们说 Hinoki 好，哦，的那个建材。这条步道经过学者专家研究哈，就是沿途总共有59座桥梁。那现在游客如果走到这个地方，这条步道都会看到这些旧有的桥梁的遗迹，那可以缅怀以前昔日哈花木运彩的一些风光。过去阿里山森林铁道的多多加线，就是以海拔高、桥梁多著称。多多加线已经在民国67年拆除。游客从仅存的水山支线这一段，多少也可以感受当年火车穿行云雾之间的景象。而步道、铁道、桥梁三者共构，也成了特富野步道独一无二的特色。哎，走到这边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从至中走下来，走到这个地方就是往特富野这个方向，从这边走下开始下坡。这个整木呢，是4332个，就到这个凉亭那个地方，我们就有车子来接驳。从自中走来，步道在铁道的基础上一路平缓。然而离开铁道，往海拔只有1700多公尺的特富野。短短的路程，却是4000多级陡下的阶梯。这段快速下降的路程，恰好在台湾森林高海拔与中海拔的交界之处。一行人快步下行，不但感受到四周气温渐渐升高，两侧不断后退的植物景观也在逐渐改变。对，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慢慢的在走下坡嘛，所以海拔高度一直在降低。这个地方很明显可以看到，那边还有柳杉那种针叶树的人工造林木。那这边看的话，前面就是一片的原始阔叶林。那等一下我们继续走的时候，就一路都是这种原始阔叶林，因为它海拔一直在降低。对，所以这边很明显是一个针阔叶林的一个混合一个交汇地带。这一段步道既是中高海拔植物的交汇之处，也是原始林及人工林并陈的地带。除了柳杉、红桧等森林的上层结构，下层的草木以及蕨类植物都很有可看性。像这株西子蕨，叶片上生长着像拳头状的不定芽，造型相当奇特。自然生态之外，这条路上还有许多邹族人的共同记忆。过去我们杂班的特富野的人呢，到南投先相亲的话，一下去就是到南投新义乡的九美村，也是周族的狩猎古道，也是我爸爸妈妈的恋爱路啊。可以从这边直接通道啊，到自重了以后翻到这个南投的新义乡九美村那个地方。那我姑姑，因为过去这个原住我们周族的婚姻是就是交换嘛，那我姑姑嫁到那个地方，那我妈妈就嫁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过去没有什么钱了，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长辈讲好了，就是交换，就什么事情就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除了地瓜、酒跟这个山肉以外的话呢，如果有多余的肉啦、酒啦，我们就从这边，他们就从这边背到南投那个地方。那南投那个地方，它因为地势比较平坦，而且比较温带哦，这个种植稻米的话，差不多跟平地一样了。啊，种完田了以后，他就带着谷子，再送到我们这边，还是用背的。你看，从九美背到这里，要背八九个小时啊，很辛苦嘞。一条先民行走的道路，承载着是族群的历史、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种种讯息。行走古道，仿佛穿越时空，回溯族群的生命历程。从猎径、运采铁道，到如今的休憩步道，我们看到古道的改变，也走过了邹族的过往，准备进入现代的特富野。
量到终点了哈。哦，这个就是古道的终点了。哦，这个他走了应该会感觉到非常好哈。很舒服。很多很多的我们平地的乡亲朋友啊，喜欢走这个路啊。啊，他们认为这个它的环境、它的空气、它的自然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喜欢走这个的话，你不必要那么辛苦。你如果坐游览车的话，你可以在至尊那边下车，然后我们这个游览车弯过来到石桌到达班特富野，然后客人走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车子接驳到我的到我们的特富野，吃的住的都很方便。那各位。啊，享受到森林浴了以后，吃个这个周煮的风味汤啊，我想是更美、更好的一件事情。这条6.32公里的步道，走走看看，全程大约3个小时。无论是清晨出发，中午到特富野，还是午饭后出发，黄昏到特富野，正好都可以在用餐时间赶上一顿粗犷原始的周煮风味餐。这个高山上的狩猎民族，传统的饮食脱不了小米、瘦肉、酒，近年来则加重了野菜、鱼类的角色。当然，豪迈的风格仍然不变，就像他们回荡在山野，奔放高亢的歌声一样。歌声回荡，从族人的起源地玉山到死后永远的归宿大小塔山，也飘荡过一条条联系部落的道路，其中一条从通婚行猎到运材载客，然后景观休憩，透露了邹族和阿里山的历历往事。这条路越过青山绿水、蓊郁森林，就在天神的足迹之间。